预备式站立。 竖身站立，蓄拎顶进，气沉丹田，太极起势，一，左脚横移，两腕前棚，两掌下缠，冷却为左抱七星，右掌打脊，向右转身。 右抱七星，左掌打脊，右背松开，回捋，掌心翻转向上，右掌前棚。 右掌回棚，右掌前按，单边，右掌变勾，左掌左捋。 提手上势，左掌打脊，右腕右前上，仰看右掌，俯身按掌。 左掌左旋，首领伸起，松肘下垂，搂膝腰部。 左掌前按，右掌前按，退抱七星，第二次搂膝，再搂膝。 第三次搂膝，退抱七星，手挥琵琶式。 左掌下缠。
如风似壁。 抱虎归山。 左右，羽部搂膝，羽部揽雀尾。 斜单边。 到两喉。 再做倒捻猴，第三倒捻猴，歇飞式。 跟上一动白鹤亮翅一样，白鹤亮翅，搂膝腰部。 海底针，扇通背。 翻身别身锤，谢步半蓝锤。 上部揽雀尾。
单边。云手。摘做云手，左探马，左探马呢，实际是右手做动作。为什么叫左探马呢？是向左前方前进的。屈膝下蹲的时候，右膝向南，左膝向左后侧，迈步是雨步。右掌先向左，向前，向右前达到22.5度以后，下转到这个地方45度。手背贴着左膝外侧，回身看右脚跟，屈背上举，手指领肘，肘领肩，高举踢膝。下面做右探马，是左手向右前方，同样道理。向右旋转达到22.5度，下旋45度，手掌贴在膝外，转身看后脚跟，指尖上起，手指带肘，肘带尖，上举蹬脚。下面是呢，转身蹬脚，在脚步落下的时候，屈膝。两手变拳合十，左膝盖向右左后上提，用右脚跟旋转到西方，蹬脚落步。进步再锤，做两个搂膝以后，
右手掌锤，掌变拳，在左脚前方，最好拳触到地面，翻身劈身锤。踢腿蹬脚，用脚跟蹬出，双峰贯耳，左脚蹬，落步在右脚尖前方，转身向后，屈膝下蹲，掌腰踢膝，脚尖向北，右脚踢膝以后蹬向东南方，落步，这露小步，上步板栏锤。我再说一下抱虎挥山，两掌强按，开始的时候两个爪心向后，由小指引领，掌心向前翻转，两个掌心相对的时候前脚落平，大指向前推出，掌心向前，两指尖向前下指，掌下按，达到最远的部位，向右转身，以左脚为轴，收右脚跟，重心移到右脚的时候，以右脚为轴，右手到右侧，左右余步搂膝，余步揽雀尾，斜单边，野马分鬃，再做野马分鬃，第三次野马分鬃，
玉女穿梭。左掌斜后上捧，右掌斜前按，转身向后，左手指尖找右耳唇，扣左脚，左手食指找右耳尖，收右脚跟。开步，退抱七星。右手下踩，开步余步，第三次穿梭。第二次转身，左手食指找右耳唇，扣左脚，左手食指找右耳尖，收右脚跟，开步，第四次玉女穿梭。进步揽雀尾，单边第二个云手，第二次云手，左手左前上45，绿指尖伸走，身体站立，左手向左前方45，立掌到左侧，掌心向下。同样的，右手上到左前方45度，立指尖松肘，身体站立，到右前方45度角，再到右侧。单边重做单边。
下势，右手勾变掌，经过右膝前到左膝前再上，两掌相对，提腕右肘下挫，左手内掩，下蹲下势，左右经济独立，倒捻喉，斜飞是重复第一段所做的，踢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搂膝腰部，海底针，扇通背，撇身锤，上部半蓝锤，上部蓝雀尾，单边云手，
高探马，铺面掌，十字百连，搂膝指当吹，上部揽雀尾，沾边下士，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双百连，弯弓射虎，右拳从脑上灌出，左拳从头顶上灌出，上步错锤，揽雀尾，单边，唯独这一次是向北的单边，上步错掌，揽雀尾，单边
合太极，重心右移，左掌舒展，转看右手，右手勾变掌，食指相对屈肘，到正中线，重心不顿，收脚。两掌下踩，掌心向下，虎口朝前，做一个呼吸，松指尖，两手下垂，再做一次呼吸，将身意从远处收到目前。结束。